班现在是6点，早上6点20分，我在我们家的社区楼下，然后我要打的车是6点48分，我想要走路去火星北新竹站。对，他说要走20分钟，所以我现在去赶车啦，拜拜。好的，我现在在就是要走路去北新竹站。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想说就快毕业了，就可以记录一下。因为我有请长假嘛，就想说算一算，像现在的搭车上升好像也剩不到5天，所以就来在最后的几天来给他记录一个作息。我每天上学都搭区间车，从北新竹、竹北、新丰、湖口、北湖、北湖再是新埔、富冈、杨梅、埔心、中坜到内坜，好像11站吧。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在车上，然后后来就会开始看书之类的，或者是写写文章，然后做做作业。其实还过时间过得蛮快的，就是如果你有在使用时间的话。我有算过，就是我每一天这样搭车下来是114块，3年下来累积下来差不多是116000。对，就是哇哦，哦哇哦，快走到北新竹车站，我现在头上就是风大路桥，给你们看风大路桥的楼梯。这个我高一的时候跟我爸一起搭车，然后他带我，然后我还以为这个，我跟我爸都以为这个就是往上走就是车站，然后结果往上走就是一个车，就是车就是呼啸而过呼啸而过，然后我就一脸尴尬，就是所以车站在哪里，然后结果殊不知下热了一周就看到这里。 OK fine。 的小角落，这边看出去，有时候天空会很漂亮。今天就是在2楼，这是一辆电梯出来的地方。你好。新丰下一站，新丰 next stop， 新丰。杨梅，快到嘞 ！We are now arriving at 杨梅。从这个月台转到这里，差不多在4分钟车就来了，所以等一下喽。Waking up in
好的，这就是我的通勤记录，三年来都走这一条，然后车也带一样的，就是哇，要结束的又觉得有点小小舍不得，然后就会觉得哦，反正就是其实搭火车很不错，老变铁道。